绕绕。绕绕。绕绕。打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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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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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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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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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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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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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吹口哨了，扰得我心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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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根外皮绝缘的导线扭在一起组成的一种类型的传输媒体，扭在一起是为提高对可能破坏被传输信号的其他杂散电信号的抗扰度。有两根外皮绝缘的导线扭在一起组成的一种类型的传输媒体，扭在一起是为提高对可能破坏被传输信号的其他杂散电信号的抗扰度。有两根外皮绝缘的导线扭在一起组成的一种类型的传输媒体，扭在一起是为提高对可能破坏被传输信号的其他杂散电信号的抗扰度。有两根外皮绝缘的导线扭在一起组成的一种类型的传输媒体，扭在一起是为提高对可能破坏被传输信号的其他杂散电信号的抗扰度。